在茅山顯聖宮呢，会当来游会用心信徒欢天下，比着咱罗阿将提出来一家大事，合家平安顺时大赚钱，今日也是这龙时吉日吉日龙时啊！咱这农历呢十二月十五啊，拄好在咱这新年头旧年尾时呢，先给咱这好朋友呢啊拜个早年啊，大家会当来心想事成，吉祥又如意哈啊！同时呢，上加感谢也是要感谢伊人间，咱看到对呢，咱的资本的。由咱的请主大哥，啊，由咱的姜子，啊，咱这林柳啊，如是哈，啊，咱的毕生呢是咱这廖大廖光芬大哥，咱的会长呢是咱这张大张文斌大哥，咱志同咱这龚庆辉，咱的执行长，咱这林伯章大哥，咱这啊英公，咱这蔡家，啊，咱这北极先生兄弟。咱这蔡大蔡新华大哥啊，咱这顾客李新正，咱这张副保安，保安龚德王啊，咱这妙英神辉哈啊，咱这张大张杨忠大哥啊，咱这范红慧小姐哈啊，咱这张一峰大哥啊，咱这英语呢，咱这啊贤神辉，咱这北极贤天上帝，咱这柯大柯进行大哥，咱这英公，咱这新家。那这金车太子哈，那这新大新子孙大哥，那这后辈那这圣地联谊会，那这林大林福财大哥，非常感谢感谢银行间的咱资本代理人车主大哥，银行间来提供咱精彩看秀，伫这所在也要来祝得咱国友将啊，连起来风度大典万事如意，会当来聚会红心哈，啊，同时也感谢银行间咱注意咱这神圣代理咱这好朋友，银行间无少得咱宝贵时间提报嘛。当中半加工人，直接所在，也不来接待银行间，在咱各位先生，在伫咱这内面，叫恁大家来借财借面来偏财两边来，叫恁大家来年年添喜丁，岁岁大进财。银行精彩，就由小妹秀玲，直接所在为咱内面来服务，过来较粗鲁、较过分，也是给银行间咱这好朋友，较正确的所在。希望咱这内面会当多得个小妹批评，多得个小妹指教哈。那恁这节目呢，正式来开开，首先说安排注意，也是阮百团之美。艳红星来阿爸的蓝巧鱼，带一首轻松老者歌曲来送吼，来老少客，甲叫行，咱到人红遍整个团在这里来，谢谢。谢谢你，为你完成我那么亮晶晶的情意，我了了你。
来送哈！感谢咱这来宾的台语，咱最贵品质的正恰恰欣赏，这是。